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吴道中。我们继续来讲解腓立比书。那上次我们提到保罗说，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那么讲到受受，我们上次有说过，就是指当时在两造之间的付钱跟收钱。那么把这种情况应用在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时候，应该不是指双向的交易，也就是说，不是指保罗把属灵的好处带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而腓立比的信徒把钱财供应给保罗。那么如果我们从这边的文脉来看的话，比较有可能是单向的，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付出，而保罗接受他们的资助。那么这句话说，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那这句话是要说明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慷慨捐助。供给这个字在这里是指财务上的分享。保罗离开马其顿之后，腓立比教会是唯一资助他的教会。保罗经常拒绝其他教会在财务上的供应，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他指出，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那这样的说法就明显的跟保罗在其他地方的教导相反，因为他在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的需用供给给施教的人。但是腓立比教会却能够与保罗在福音上一起分享，是因为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正确的动机，在他们乐意分享的背后，并没有连着一条控制的绳子，或者是讨人情的鞭子。保罗接着在第十六节指出，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是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保罗特别指出来，当他还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信徒就已经展开帮助保罗金钱上的需要的这个行动。接下来就是这个单元的第二个段落，是四章十七节，在这一节所提到的就是腓立比教会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福气。虽然保罗对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表示感谢，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也要澄清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感谢并不是暗示要他们继续的支持。因此保罗在十七节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里的馈送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指送到保罗手中的金钱，而果子可以使用在商业的场合上面，这个时候就是指由商业交易当中所得到的利益或者是利润，因此在这里就是指利息。而这句话的渐渐增多是一个商业的用语，如果跟果子一起使用的时候，就是表示是复利。但是渐渐增多的跟果子的商业含义是如何应用在腓立比信徒身上，以至于保罗会称说他们会说把他们归在你们的账上呢？这一节可以这么了解，如果果子是指利息，
那么腓立比的信徒给予保罗的馈送就是本金，以至于这个本金为他们不断的生出利息或者是复利，最后就会归在他们的账上。简单的说，保罗把腓立比教会多次给他的馈送当作是他们属灵的投资，这个投资所产生的利息就是指神所赐给他们的属灵福气，借着这些利息不断的累积，他们可以继续的成长，一直到主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们将要从主那里得着赏赐。而这一点正是保罗所寻求的。保罗不会因为腓立比的信徒得到属灵的福气而心生嫉妒，他原本可以拒绝他们的好意，如同他一向就是独立做工，他独立的传福音，但是他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的资助，因为保罗知道他们可以因着这些举动而获得属灵上的好处。这个段落的第三个部分是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所谈到的内容，是保罗的充足跟腓立比教会的充足。保罗在第十八节进一步的说明，他不是要从腓立比教会求馈赠，因此他就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这句话也显示保罗满足于他们透过以巴弗提所带给他的馈送。这里的样样都有，他的原文直译是我收到一切，而一切就是指腓立比教会所送给他的一切的馈赠。保罗在这个地方立刻的补上并且有余，这个并且有余的有余意思就是盈余，也就是超过保罗所需要的。我们不知道保罗的有余是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步，但是保罗的有余就使他充足。这里的充足跟有余的意义是平行的，他们都是用来说明腓立比信徒慷慨捐助的结果，就是一无所缺甚至有余。这个时候保罗突然就从商业的用语转到宗教性的献祭的语言，来解释为什么他能够有余并且充足。保罗说，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句话不只是把彼此之间的爱温馨的层面提高到人与神的关系上，而且也指出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凡是坐在仆人身上的便是坐在主人身上，凡是坐在神儿女身上的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在这句话里面所提到的以巴弗提，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保罗在这个地方又再次的提到他，并且特别指出他带来腓立比教会的馈送。这边的你们的馈送在原文的直译就是从你们那里来的东西。虽然保罗并没有明说从腓立比教会带来的东西是什么，但是由文脉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指的就是金钱上的馈赠。保罗接下来用三个片语
来说明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赠，这三个分别是极美的香气、所悦纳的祭物，以及为神所喜悦。第一个是极美的香气，这个词汇最初用在旧约的时候，是指神因着闻到他的子民在烧祭物的时候所升上来的香味，以至于悦纳他们的献祭。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把它转成象征性的语言，用来指腓立比教会所送给保罗的馈赠是神所喜悦的馨香之祭。第二个是所悦纳的祭物，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馈赠视为是献给神的祭物。在这里保罗用来修饰祭物的字是收纳，它的意思是接纳。由于祭物的对象是向神而献，因此它也可以翻成悦纳。第三个是为神所喜悦，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强调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为保罗所做的，是带给神喜悦之举，并且他把腓立比信徒给他的馈送当作是献给上帝的祭。接下来就进入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的关系是这样的，因为神称许腓立比教会为保罗所做的，所以神会供给他们一切所需的。因此保罗说，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这个地方保罗所提到的我的神，就是用来表示他个人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这一节的需要是指哪一方面的需要呢？是单指物质上的，或者是指属灵上的呢？甚至是包括两者吗？从保罗在这卷书对腓立比信徒的关心的层面来看，它应该是包括物质上跟属灵上的需要。保罗指出来他们的需要，不论是物质上或者是属灵上的，都可以按照上帝的应许而得到充足。充足这个字是要显示长久以来神一直使保罗充足，也使他知足。如今神会使腓立比教会信徒的需要得到满足。接下来保罗指出神是如何满足腓立比教会一切的需要，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照他荣耀的丰富。这一句的照所要表达的含义就是上帝的供应跟他的资源是相称的，或者是成比例的，意思是上帝有多少资源就可以供应多少。由于上帝的资源是无限的，因此人一切的需要加起来都无法使神的资源匮乏，因此就是丰富的。如果当我们把充足跟荣耀一起了解的时候，就是指上帝的供应是如此丰富，以致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片语，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它的意思就是指在基督耶稣的范畴里。这个片语是要说明上帝丰富的供应会临到那一些以信心与耶稣基督相连的信徒的身上。此外这个片语也是用来修饰动词充足，
意思就是上帝满足信徒的需要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换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是信徒得到神充足供应的必要条件。这个段落的第四个部分是二十节，二十节是属于信伟的荣耀颂。在第二十节，保罗对神的颂赞是：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的出现除了是对神丰富供应他的儿女的需要所做的回应之外，更可以视为是这个感谢段落的结论。同时，这一句话也适合作为整卷书的结论。保罗在这一节的荣耀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荣耀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父神。荣耀颂的第二个部分是荣耀，在这个地方是指神是配得人的敬拜和赞美。荣耀颂的第三个部分是有关时间上的要素，就是直到永永远远。保罗所归给神的荣耀不只是在这个世代，而且是一直持续到永恒。这是一幅多么美的图画，一个人可以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活在神的面前，赞美他，敬拜他，瞻仰他的面，与他同在，享受他的治理。人类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福分更为美好的呢？保罗最后加上阿们，作为这个荣耀颂的结束。这个阿们是肯定他之前的荣耀颂，并且是从心里认同。第五个部分就是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是保罗最后的致意。在最后的三节，保罗有做出他的最后的问安跟致意。他首先在第二十一节问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那这句话的希腊文直译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问候每位圣徒。那这句话比较令人吃惊的就是，保罗不是直接问候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是透过其他的人。因为保罗说你们问候，你们问候，来代替保罗的问安。保罗虽然没有指出这些人是谁，但是他们可能是教会里面的监督跟执事。除了问候腓立比教会的安之外，保罗也附上三类的随信问安者。第一种人是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那这些人就是保罗的同工，包括提摩太、路加等人。第二种的问安者是在第二十二节的众圣徒，那这些人明显的就是保罗所在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跟罗马教会的信徒一向是素未谋面，但是保罗充当他们之间友谊的桥梁，把主内的温暖的问候借着这封信传到腓立比信徒的心中。第三种随信的问安者是属于众圣徒的一个部分，他们是在该撒家里的人。保罗并没有说明为何特别一群人，这一群人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问安，
但是至少表示他们与腓立比教会有特别的关系。在这里的在该撒家里的人，不是指在该撒皇帝，是指该撒皇帝的家属，或者是该撒皇帝的亲戚。这个片语有相当广泛的用法，它的意思可以是从罗马政府当中最高阶的行政官员，到受雇于皇家的最低阶的雇员。那么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指服侍皇家的人。那服侍皇家的人有可能是军人、奴隶，或者是自由人。那这些人也是罗马的基督徒，在罗马的基督徒，以至于能够成为随信的问安者。如同保罗大部分的书信的格式一样，他最后在第23节加上祝福的话，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作为这封书信的结束。由于神的恩惠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透过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因此从恩惠这一字就代表他们得到神的救赎，他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了。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他们同在的意思，就等于是主耶稣与他们同在。最后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信息。第一，保罗提到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是如何应用在今天的信徒身上呢？很多人可能会想，神怎么可能使我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因为一提到需要，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自己还有很多的欠缺。但是神使信徒充足，是根据他的丰富，以及这件事情是否彰显他的荣耀，而不是根据信徒的欲望。人的性欲望永不满足，而神的丰富也绝对不是把一切的物质赐给信徒。然而神对信徒的供应却是能够使人知足，使人可以帮助上帝仆人的需要，使人面对逼迫却能够站立得稳，使教会能够达到合一的目标，使福音可以广传，使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若是如此，还有什么事物比神荣耀丰富的供应更能够达到这么多美好的目标呢？第二，保罗在腓立比书两次提到神与人同在，或者是而神或耶稣基督与人同在的实现，是人类最大的盼望。自古以来，人类寻求那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不论对他有何称呼，总是徒劳而功，失望而返。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日夜期盼而且试图靠一己之力来获得的美境，就在耶稣基督里成就在一切靠着信心与神建立关系的人的身上，他们就得以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享受永远与神同在的福乐。得到如此属天福气的我们，岂能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呢？岂能不为这福气常常心存感谢，并且充满喜乐呢？保罗写腓立比书就到此结束，他的声音却从未中断过。过去的腓立比教会读过他的信而得到帮助，
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因这封信受益，并且回应神。今天神的子民再次聆听神透过保罗所传出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同样可以得到坚固，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并且按保罗所指出的人生的方向向着标杆直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来自于那慈悲怜悯的父。在心存感激之际，我们不禁使用保罗的用词，如同他在第二十节所说的：“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借着这样的话，一起献上诚挚的敬拜与赞美。我们腓立比书的讲解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看。